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体能练得怎么样呢？体能练得怎么样呢？很 OK， 我很菜，很 OK， 非常好，很 OK。现在给大家两个道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道具是拿来干什么的啊？哦，哎，这水瓶啊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很简单。我真是带劲儿啊！说吧，看哪个那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，分组。如果是二人组，就是一个人丢水瓶，一个人做平板支撑。简单。哎，要求这个水瓶要立在平板支撑那个人的背上。简单，简单，好透，好透，背上，你不知道这个砖头，光掉就够那个了。这背上要是，你看这玩意儿。这下你能掉什么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应该还好，只要不太高。痛吗？背上走。还好，哎，有一点点，还好还好。这不可能吧？这能认让我叫你爹？好的，过来。如果是三人组的话，是一个人扔，两个人做平板支撑。三个人好。如果坚持不住呢，就重新进行挑战，从第一个人开始立。那今天就别结束了。这不可能的。这个水平怎么样？我觉得两个人的才是这个，三个人的才是。好的，现在来分组。我们先把三人组分出来。谁西北大票二十倍，北西北大票二十倍，北西北大票二十倍，北西北大票二十倍。有了。好了，大家按照你们的分组站好。来，第一组进行挑战的是哪一组？他们这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是谁做平板支撑？我。小弟那一组是哪两位做平板支撑？我。那就我和熊吧。我做平板支撑。你们俩？那我也可能来吧。没事，那就我来。来，小马哥，你们那组是谁做平板支撑？好，那个三组选手，平板支撑选手请举一下手。好的，丢瓶子选手请举一下手。好，我们先有请第一组。我一定要加油！开始了吗？清闲，这是还没开始。还没开始吗？好紧张，还没开始吗？你要不要打？你打我为什么？还没开始呢。你这个宽一点，这样。什么？对，你这么浅吗？是呀，你呀，好简单，没事，我去。加油！哎，这样是有用的。要计时吗？什么玩意儿？要计时吗？试好了吗？是，坚持，你坚持住。是啊，你坚持住。是，对。坚持，快！还在试吗？不是了，开始了。哎，说一下，只有三次挑战机会哦。好，三次不行了，要怎么着啊？就失败了。失败了干嘛呀？失败了有惩罚的呀。那么高，我是第一瓶自身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也是，一试不行。里面的水可以喝吗？这个水。生水啊，你可以倒到那个瓶子里。生水可以喝吗？我一般只喝一分熟的水。来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那第一次挑战失败啊！啊？对。这些砸的东西啊！你们两个人是？这些砸随意这个玩儿。这些砸上去了，你看。
就很随意。哦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可以可以。看得出来真的很痛，好痛啊，小哥哥。我轻一点，你轻点没用。啊，立起来了，立起来了，没有立在背上而已。然后开始拜佛了。有一种。哎有一种。哎第二次挑战成功，用时一分钟。哇，这能日闹，我叫你爹。你有两个人啊，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时间要除以二？那我就六次。不，这才是大神级别的，你差一点立起来跟他第一个。我感觉马哥你把一个带上，我要减少他的团队。不够，主要是不够频繁的。现在是四哈，现在是四哈，这不是力气了。这不力气了，马哥以为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妈呀！感觉在平地上力就是好。对呀、啊，简单啊。来，计时开始。都是爱。要稳的，稳一点。哇、哦！稳一点。哇、哦！厉害了，怪物吧？你的新名字叫平怪，我找到了诀窍。你是个怪物，你有一个身体部位需要。我想到我们班上以前天天扔瓶子，就练这个动作，就练这个动作。太难了，站好累啊。何必呢？差不多，你要把两个尖的往下好平下降。我说这个扔瓶子要跟平时扔瓶子不一样，这太难，要借助那种腕力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也做。对，我先试。我能试吗？慢慢商量，慢慢商量啊，自己啊。马爷，其实张志远那组的成绩是四秒钟。哇！哎呀，那是我们几秒？我们四十四秒。你们一秒。你不能动，我都立起来了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啊。你小哥哥，我们赢了，笑死我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。还有个文案呢，打他脸！我感觉我被打中了二任督二脉。哎，可以了，来吧，可以，来吧，来，要准备开始了吗？我先立他的，先立他的墙，先立他的，他的好兵。两个瓶子在立上，他们要同时开始。那你先立他，没事，我来抢。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走你。四秒了，六秒，八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哇、哦，都可以。没事，加油。他亲吻翔哥的被子。你还是把你立起来吧，要不然立。他这是歪的。你偏起来一点。这个时候要看谁的腰更直了。啊！这打到墙上那个骨头。哎，不，没有了，可以了。多少大声念出来？一分零一秒，除以二，多少？你们是一分钟。要除以二是吧？他们但是他们是第二轮的一分钟。对。哎，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。获得第一名的是我们的。哦，又输了，我天！他们吗？他们俩，他们四秒钟，我们四秒钟还不赢吗？第二次又上去了，四秒钟，再来连续一次，四秒，这个东西是运气的，不，哎，完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输了又是蓝，这也是零秒，对啊，你们这个分队啊，这可以起吧？惩罚是啥呀？惩罚啊？哎，什么惩罚？惩罚是啥？后退，后退。对对对！哇哇哇！哇！来吧来吧！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挑战就完成了，好，没结束。然后这个惩罚呢，先欠你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想好了，可以。拜拜拜拜拜拜。